嘿，巴黎，我战友，我是战神瑞瑞，哇，真的谢谢你们了，让我突破200的 sub 了，我真的很谢谢你们。去年也是这样，差不多12月也是这样啊。对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时间，对，虽然一年才200，不过没有关系，积少成多，慢慢累积，你就变成有名的 YouTuber。好，我规矩跳也是一样，下方 comment 给我，我要打你们的 Q&A。不管是 YouTube、IG 还是 Facebook 都好，我来收集一下。你们要答的问题尽管问。如果你是骂我了，我不理啊。好，谢谢你们。